哎呦，王律师，哎呦，赵警官，好久不见。啊，您这是带着司明这吃饭啊？这呀，这孩子们不都喜欢吃这个吗？您这小姑娘是？这是我女儿，叫珊珊，我她现在生病了，还不能说话。哦，赵警官，你又结婚了？没有，哎，这就是我跟佳英的孩子。怎么，小胡找到了？ 算是找到了，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带着孩子？是，这不排队吗？他饿了，我再找个地儿，赶紧吃点。那行，这样啊，回头找个时间再聊。好，再见，赵警官。回见啊，哎，好。再见，好。